呢，我们要再来谈谈四摄法里的最后一个方法，也就是同事法。我们要请教圣严法师，四摄法里所说的同事，跟我们工作时候所说的同事是不是一样的呢？同事法对我们的社会又有什么注意呢？一般在公司机关或者是团体的里边呢，共同共事的人，一起工作的人叫做同事。这是因为做同样的工作啊，或者是为了同一个任务，同样性质的任务来从事啊不同的部门的工作，那叫做同事。那四摄法里边讲的同事啊，跟我们现在一般的人讲的同事呢，有一点地方是相通的，但是并不完全相同的。我们看到有两部大的经，一部叫做《法华经》，另外一部叫做《华严经》。这里边呢，就非常明显的有几个比喻啊，或者是呢经文里边的介绍，都是标准的同事。比如说《法华经》里边呢，有一品里边是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是说，有一个父亲呢很有钱，但是呢他这个有一个儿子啊从小走失了，沦落啊，成为一个街头的乞丐，而到处流浪啊。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有一个爸爸是很有钱的。有一天呢，这个孩子啊就行乞啊，也就是乞丐的这要饭的啊，到了这个他的爸爸的家里。他这个爸爸家里的门第很高啊，很有钱啊，房子好，气势大，他只能够站在大门外远远的说，有钱的人啊，能不能够给我一点钱啊，或者是给我一点饭啊。他那个爸爸看到了以后呢，因为从小这个小孩子身上有一个记号，脸上啊长着的，一看就是这是他的儿子，就走失了的，已经有很多年了。他就派着一个家人，就找那个小孩子，叫那个小乞丐啊进来。那个乞丐一看呢，说有人派的人要抓他了，他赶快溜，跑得很快很快，一溜烟不见了，他怕。后来他的爸爸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派了一个家人，样子长得不好看，也拿了一个乞丐用的拐，这个什么乞丐棒啊，然后呢拿了一个破碗，一去行乞。然后看到了这个小孩子啊，看到了以后呢，那做朋友了，哎，乞丐跟乞丐在一起做朋友了嘛。然后渐渐的呢，又把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小乞丐啊，带到有钱的人家里去了。那这个乞丐呢，就在后门那边进去，然后后门里边有人指引他说，哎呀，你们这个两个人好穷啊，好可怜啊，那家替我们做一些啊杂工吧，打打杂，扫扫地，做做苦工，不要老是在外边流浪。哎，这个小孩子啊，这个小乞丐都觉得蛮好的，就这样子从那个最低的层次的那个工作做起，慢慢的做，那个家人呢，本来就是他家里的人嘛，这个家人呢就把他带他一起升级，升到最后啊，他的爸爸快要死了，而这个小乞丐升到已经是总管，这个家庭的总管，这个
大一点的乞丐呢年纪也大了，结果呢这个爸爸就认他说，你呀是我的儿子，小时候走掉到的，现在我要死了，我也没有其他的人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因为已经做了总管了。这个小乞丐这个时候怕不怕？不怕了。现在我讲的同事，谁是同事啊？就是那一个派的去做什么做乞丐的那个啊家人，那给这个什么给这个小乞丐做同事，就是他是希望什么样的人能做朋友，那你就给他做朋友吧，那就乞丐，你他做乞丐你也做乞丐，那么这个叫同事。现在法华经里边普门品大家一定知道的，普门品里的观世音菩萨有33种化身，有的人呢希望啊用啊童男童女身的度，他就是观音菩萨显什么显童男童女身，有的人呢希望有妇女身的度，那个有妇女显妇女相啊，观音菩萨就能够接近他们，就能够教化他们，就能够让他接受佛法。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啊这个同时非常的这个明确的就是同时的一种方式，他的同时的目的就是说要度你，他跟你生活的一样，喜好甚至于是一样。还有华严经里边呢善财童子53参，其中啊有很多的大菩萨都是显现各种各样的身份的、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身份里边有法官的，有工程师的，甚至于有啊在青楼上面呢卖笑的这种菩萨。这些菩萨是做什么？就是为了度那一些不同喜好的众生，不同心相的众生。有的人希望看到这个老和尚才能够接受佛法，那我就用老和尚就来给就做像个老和尚一样子。这个叫做同事，同事先同于他，同于他跟他一样，跟他所希望的一样，然后渐渐转变他成为啊三宝弟子，成为佛教徒，成为弘法利生的菩萨。这个叫四摄法里边的同时摄。阿弥陀佛。